东北现在已经白天是零上几度了，我这还武装成这样呢。刚从店里回来，这又拿了点快递啥的。我妈说别的饭是我没记住，但是我记住了一句话：中午秋冻，大春天的多捂点啊，怕感冒啊。看出来是啥了吧？套的造型。然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这新买的手机壳磕碜吗？怎么老被人吐槽呢？把拖鞋穿上啊。这衣服已经脏了，我再穿两条。过两天就下岗了，它那个薄的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厨房，给你们看看都买了啥啊。早晨去超市买了三个腐乳果，然后这是在网上买的熊掌包，就是小馒头做的造型是熊掌的那种样子，可以做一个小汉堡啊，或者是中间夹香肠啥的做早餐，总共是两袋。然后又买了三袋烧麦，蛋黄的、芝士式的、鲜肉的，能猜到了吧？都是俏俏的早餐。我就发现了，现在孩子是不是都这样？你就是普普通通给他蒸大白馒头，他早上不见得爱吃。哎，你就稍稍有点小造型，他就爱吃。早晨的时候吧，我有时候给他做早餐，他也不是很爱吃，一整就吃点面包，或者是买一点那个小烧麦啥的，上超市去买。我看网上有卖的，我先买点，然后早晨的时候给他换着样做着吃，也不能老让他在外面吃。然后这是在店里面化好的猪肉，让我给切好丝了，晚上炒一个香料丝，我在店里面提前弄好了，现在都放冰箱里冻着。今天回来的早，先把配菜啥的全处理出来，然后等他俩快回来之后直接炒出来。所有的食材准备完毕，今天晚上炒一个油麦菜，炒一个香料肉丝，然后还有两个鸡腿，三个菜。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，咱们去拆快递。这俩枕头是我斥巨资买的，之前的时候去参加活动嘛，上过上海，去过三亚，住过高级酒店，发现酒店的枕头全是那种羽绒的，枕着特别舒服。我家这个就比较逊色了啊，好像是二三十块钱一个，还有的是买一送一的，是那种跟棉花填充的。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一直想买这个枕头，但是吧，价格太贵太贵的，我有点舍不得。但是最近这阵可能是想开了，你说睡眠都不好，咋能保证白天有精神头去干活呀？所以我就买了。这个是希尔顿酒店的那个同款，好像是。哎呀，我之前就是去那个酒店哈，在那个酒店睡一宿，就感觉睡得老舒服了。然后后来通过朋友才知道，如果说你在那个酒店发现他的床上的那个被子呀，或者是枕头特别舒服，你就可以去上网搜索他的店铺啊，或者是搜索那个酒店同款的东西就能买到。然后我就买了这个了。这个顶上写的是希尔顿酒店同款啊，然后买了这两个羽绒的，我现在去把它套上枕套啊。有点低估这枕头了啊，这枕套都不够大，还得换个大枕套呢。废话不多说啊，朋友们，现在离爷俩回来还有段时间，我进屋先感受一下，眯一觉，看看它舒不舒服。这个可扁了，下岗了。半小时后见，朋友们。没等迷糊着呢，大橙子回来了，试试这枕头吧。他说的夏天一躺都得一脑瓜汗。哎呀，哎，挺得劲儿啊！炒菜了吧？是不是挺舒服的？这个是中高的，我没买太高的，我知道你睡不了高枕头。睡着瞄睡了，你真的装。以前我就知道。哎，我以为这玩意儿得老装，真不得劲儿，人家真的行啊。你知道为啥不？啊，以前不是参加西瓜的活动，人家给订酒店都高级酒店吗？我就枕过这枕头，回来我就搜，太贵了，没舍得买。但最近这些年吧，睡眠不太好，我总觉得跟枕头有关系，我就买了。好的，爸去接俏放学了，我这边的工程也紧张的进行着啊，把菜都炒出来。香辣肉丝、青炒油麦菜、两个卤鸡腿、王安活，这边饭也马上好了。小伙伴回来了，
喜子做的爱心鸡腿，零添加，零添加，你们吃吧。肯定的，起酒去了吗？昨天也起了。是吗？你没起。起了，妈妈在看监控啊，我们看他起没起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阻止他喝酒。昨天我没那啥呀，没给你这个啊，也没给你这个，买那个，这啥呀？这都是喝多了那个都。他没起酒。那对，那根本就没起酒，没起。昨天喝了，没真没喝，今天喝了。是不，姑娘？那你记错了。